那个后面是汤圆。我自己开车刚刚开到一半就觉得我怎么会打你？我走过去他会不认识我啊？你不会吧？仅存一点点的那个胶原蛋白，没有办法给你们看漂漂亮亮的样子。那我这个要特别感谢那个我高雄的国中同学卢志渊先生友情赞助，他去澎湖玩，然后寄了几盒黑糖糕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有一度考虑先把它吃掉，因为我昨天晚上肚子饿。后来想一想，我就因为今天很早就要开车下来，所以决定留给他们。可是听说人很多，反正就当他们打开的时候，我就去拿一盒酒，至少我还有吃到。然后我已经在猜他等一下会煮什么。应该还是会有酸菜汤，或是大肠啊，或是对啊，感觉很饿。希望它是重咸重油。如果它吃素呢？不可能，因为要准备下午席，那今天就当作是放过来吃客家菜。到时候会不会煮不是客家菜啊？好忐忑，就很一厢情愿，一直想说客家菜，客家菜，就很真的很想吃，就很认真哦，好想吃，好饿。我们一开始下去，他以为是你到了，哦哦哦，吓死吓死，我也吓死。他们是煮客家菜啊？你有看到吃菜吗？跟妈妈讲说我不吃鱼，我不吃鱼，还要挑食，讲的肯定破功。哎呦，好多人哦！我的妈呀 ！Oh my god！ 好紧张啊！每周五晚间九点，请锁定公司，谁来晚上？我是第几集？